看看新闻网。2012年6月，米兰男装周发布了2013年春夏男装。开展前，后台的准备紧张而有序，造型师高效尽职地发挥所长，为模特打造精致妆容。俊美的男模也一一调整状态，力求最佳表现。一个给摇滚披上了典型外衣的时装品牌，向来具有特立独行的时尚审美。本期灵感取自爱德华·马奈于19世纪60年代创作的印象主义油画《草地上的午餐》，并大胆融入朋克元素，重塑经典。本期男装选料主要为传统棉布和质地轻柔的定制羊毛，款式设计不拘一格。袖口紧扎的宽大白衬衫，英伦风味浓郁的西装三件套，撞色线衫，张扬独特的男士裙装等，都秉持了品牌的设计理念。而与以往主张的夸张设计相比，本季男装更注重实用性和审美性的结合。品牌向来对碎花格纹和条纹图案钟爱有加，本季也不例外。蓝白格纹衬衫为炎炎夏日带来了清新之感，竖条纹衬衫和西裤简约不失率性，色彩绚烂的晕染印花给男装增添了精致美感。除此以外，本季将青草印痕和葡萄酒渍抽象成布料花色，重现经典的春夏草地午餐之景。这场浪漫惬意的草地午餐由品牌设计师 Vivian Wesu 一手打造，这位时尚界的翘楚总能敏锐地挖掘时代精神，为2013年春夏的男装定下了自由不羁、超脱世俗的基调。